哎，对啊。哎，李老师。哎。是你啊。哇，你这个。你来过日子吧。你这个。毛叫你过来。你这个主。我说这个，我哪里都能遇得到你啊！对啊，这里也是来个毛料吗？毛料你是吗？毛料，我很少买这种东西。那有钱吗？干毛料都放在我店里面了。这也是你的店？对呀。哇，你还真是小富婆啊！哎，这位大哥是？这是我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。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逛到合适的料子？哎，逛了一天。逛完以后下午去找你。牛肉刚放到我店里面，但是下一股也好看。有个蜥蜴，我看一下。蜥蜴。像发的那个，对，很喜欢的。然后刚好我就有在那边吃这个的，然后而且下午去找你嘛，让你送到我们这里。对的。意思你也想身家过亿？还已经过亿了啊？哎呀，已经过亿了，这个蜥蜴还继续在努力呢。行啊，行啊，这个蜥蜴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你可以再找到。你这个可能要做一个立体一点的了啊，嗯。是你看的话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啊。那你在喝杯茶吧，不喝别的酒了。聊聊，不只是我们两个月是不是一天到晚就聊这么多了，也可以谈谈感情啊，说一下嘛，自己着急走了。我要见到美女，我害羞，你知道吧？啊。这个位置是最高的，最高的位置我可能这样坐一条，变成一条。你们可能不知道那种感觉，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这种类型的，他和他还是比较像的啊，他都是做成这样。算这种立体店的话，我们就不出设计方案了，我们就先压，先压完以后我们再画啊，你们就看得更有感觉了。现在呢，大型已经压出来了，整体感觉呢都还不错。那我们继续把细节做一下，最后雕出来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祝大家每个都能身家过亿，多吸几个亿。